非洲的民众很快接近客家文化，当年新上任时候，陆队客家文化演戏都会推出动有工人气氛的内地活动，由全台湾唯一的盐田盐光飞饰演粗演戏的反京客场，韩国飞彩顶龙葡萄牙豆，还有过年出100个元红包的活动，而民众恐吓许多陆队来感受过年的强乐气氛。在昆明研发的盐田生活，谈论伊拉从国外陆队客家文化延期今年过年准备的精彩的活动，本民众感受到无相同的音乐生活。来到陆队客家文化延期呢，看千河街环境剧场，还有安内盐田音乐会，还有安内陆队街千江街散架区呢，看当地人按热情来同大家反映来互动，啊，还有呢，大家是在看自家的好运气啦哈，俺当都发通，拢是在有摸彩啊，有千好的奖品。客委会客发中心人员表示，明年过年将有安排音乐表演。今年过年第一摆推出环境剧场，将会邀请民众坐下提次年的初演曲，来听南台湾交响乐团带来的悠扬音乐。延期第八日则往里推出的舒缓人的亲子闯关活动。大家过年欢欢喜喜，俺用热情来让大家感觉讲，客家文化。反映大家来接受。在全台唯一的盐田音乐会当中，主办单位也安排一下位在天后上的音乐人来参加。在今家已经亲手看到的盐田地碑，唱出新一代客家音乐，本民众回味早期客庄盐田的景色，健谈音乐，健享受生存的欢乐。客家新闻，潘胜旺频道报道。